教育者的责任是维护一个好的环境，让咱的囡仔会当自由成长，自由来发挥伊的才能。佛林观这几年来推动小校优质转型，虽然面对囡仔愈来愈少压力，但是咱嘛无关掉任何一间的学校。每一间学校拢是咱上界珍贵的资产，每一个囡仔拢是咱上界疼惜的宝贝。小校优转，一个拢袂使减。